因为真爱和平，我们回首战争。大家好，欢迎收看百战经典。1936年11月19号，侵华日军宪兵队在齐齐哈尔意外地查到了一起张惠民特大谍报案，有如晴空里的一声惊雷，整个关东军立即震荡起来。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及中央警务统治委员长的东条英机迫不及待地指挥调查了这个案子。然而不到两个月，1937年1月5号，随着几声枪响，东条英机又不得不沮丧地结束了这个案子。那么这究竟是一桩什么样的谍报案？其背后又隐藏着关东军怎样的最高机密？这个吓坏了东条英机的情报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要为您讲述的关东军机密档案上集《迷雾重重》。一桩特大的谍报案背后，战争狂人到底有什么样的隐情？有东条英机亲自处理的谍报案，50年后风云再起，最终能否拨云见日？是英雄还是叛徒？迷雾重重，谁能揭开历史真相？百战经典，关东军机密档案之迷雾重重。此所スパイ調停に生かすなら日本にも満州にも損害がひどく、すでに決めたように賠償不能なら殺せ。1936年年初，驻守在齐齐哈尔的关东军特务机关发现了在这座城市的上空频繁而有规律地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电波。作为关东军军事重地的齐齐哈尔，自然是一阵心慌。日本特务机关立刻做出反应，为了尽快地找到这些电台，决定采取统一行动。关东军特务机关和宪兵队精心炮制了一套搜寻计划。某一天，他们在全城范围内突然开始断电排查，一时间呼啸的警笛声、日本特务的踹门声，夹杂着狗的叫声，让整个城市人心惶惶。他们折腾了半年，兴师动众，结果一无所获，他们不能不发愁，怎么去向自己的上司东条英机交代呢？东条英机，日本甲级战犯，出生于东京一军阀家庭。1915年陆军大学毕业后参军，曾参与策划918事变，历任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兼警务部长、关东军参谋长等职。卢沟桥事变后，他率部进攻察绥和晋北地区，后参与制造针对前苏联的军事行动张古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1941年10月，出任首相兼内务大臣、陆军大臣。同年12月，派兵袭击珍珠港，入侵东南亚，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投降后，东条英机自杀未遂。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为了把耳目和触角安插在四面八方，东条英机来到中国之后，就处心积虑地在东北建立起以哈尔滨为中心庞大的间谍特务网。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日本特务除了用呼啸的警车到处虚张声势以外，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业绩。倒是齐齐哈尔上空忽隐忽现的神秘电波，让关东军出了不少冷汗。关东军是抗战胜利前占据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军。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强占了原被俄国所谓租借的中国领土和南满铁路。
1919年，侵华日军在旅顺口设立了关东军司令部。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了918事变，进而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二战期间，关东军总人数接近百万人，是日本陆军最精锐的主力和战略总预备队。自从1935年9月，东条英机来到中国东北以后，一出手即凶狠毒辣，先是大刀阔斧增加关东军宪兵队的兵力，同时向伪满洲国各行政区派出了宪兵队。他将魔爪伸到了东北各地，编制成一个蜘蛛网一般的特务情报网，20加强精神控制，要求日本宪兵要不择手段地扑灭反日抗日运动。再有就是整合机构，将伪满洲国的警察组织收编在日本宪兵司令部之下。东条英机有一个碰不得的软肋，那就是他中央警务统制委员长职责下的特务情报组织，间谍与反间谍一直都是他的一块心病。老谋深算的东条英机总觉得在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里有几十门大炮在始终对着自己。齐齐哈尔这个回合下来，东条英机也在琢磨这个通晓反间谍手段的对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1936年7月，驻扎在哈尔滨的特务组织破译了齐齐哈尔的一些情报。当这些情报被送到东条英机手上的时候，这个冷血加铁腕的将军惊得倒抽了一口凉气。这些情报就多了去了，有调查公主岭日本的机械化部队的兵种、人员、装备等等情况的，有调查海拉尔的日军的配备布防情况的，有调查白温县攻势状况以及兵员布置的。除此以外嘛，另外还有地下仓库、电台、交通枢纽、野战工事，还有军用的机场、军用铁路、军用公路等等的情况的，非常多。是什么让东条英机身上直冒冷汗呢？原来日本关东军一个最高的军事机密，即正在修建中的，被日本军事家得意洋洋地称之为进则可以作为桥头堡，退则是马奇诺防线的军事要塞工程，就这么赤裸裸地让对手给看见了。马奇诺防线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人为了防备德国人的进攻，在自己的东北边境构筑的一道防线。当时的法国陆军部长叫马奇诺，所以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一道防线呢，是用钢筋水泥浇筑而成，非常坚固。那么日本他们在中国呢修的这个，为了进攻苏联而修的这个防御工事，他们把它自誉为东方马奇诺防线。918事变的第二年，关东军即拟定了侵略矛头直指苏联的对苏攻势作战计划。日本东北边境要塞东方马奇诺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1934年至1945年，侵华日军历时10年，在东极吉林省珲春，中部经黑龙江省中苏边境，西至海拉尔和阿尔山5000公里边境地带，共修筑17处要塞，要塞相加约有1700公里，其军事功能、建筑规模甚至远远超过了马奇诺防线。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日伪档案中有关这些攻势的文件呢，每一个文件上面都有绝密机密的字样，日本的原文的这些文件中每一个地方都反复强调保持秘密的重要性。如此机密的行动背后却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
即使在炎热的七月，也让关东军不寒而栗。这博弈的对手到底是谁呢？是什么样的高手走了这样的一步妙棋呢？身为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及中央警务统治委员长的东条英机，不得不立即命令宪兵队和特务机关从即日起全力搜捕抗日情报人员。9月20日北国省松岡に数十万人容疑者を捕まれ。1936年9月20日，侵华日军北黑县村武警务所接到当地铁路护路村长的报告，说偶然在中苏边境抓到了一个中国人，没想到从他的身上却搜到了日本重要的情报。村武宪兵队接到报告，连夜对该人进行了严刑拷打，顺藤摸瓜又抓到了两名在附近搜集日本情报的中国人。抓住呢，经过敌人的逼信拷打，透露了上级这方面的情况。上级呢又抓住俩，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彻底的背叛了革命，就把他欺压是他们所经营的这个情报站公布出来了。据叛徒交代，情报站总部设在齐齐哈尔市，负责人叫张永兴和文汉章两人。两年多以前，张永兴和文汉章受苏联情报组织派遣，秘密潜入齐齐哈尔发展组织40多人，替苏联军队收集军事情报。因为齐齐哈尔这个位置的重要，也为了了解日军在东北地区的所有的军事作战计划调动，了解他们的动向，苏军呢在此呢远东情报局设立了这么两个情报站。急着邀功的孙吴宪兵队立即把情报报告给东条英机。根据指示，北黑县的孙吴宪兵队一方面对边境的交通点继续加强巡视，另一方面将情报电告了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齐齐哈尔市宪兵队闻讯后，立刻派出大批日本特务，一部分装扮成警察，以查户口的名义闯进张永兴家搜查，其余的兵分三路，迅速包围了几个秘密情报站。张永兴化名张惠民、王立川、张玉国等，1933年受党派遣进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部，从事国际反法西斯的情报工作。1934年，按共产国际指令潜入日军占领的齐齐哈尔，开始搜集军事情报。终于松了一口气的东条英机，怎么也没想到，让自己冒了无数冷汗的对手竟然是几个穿着长袍的中国人。由于张惠民谍报案涉及了日本侵略者最高的军事机密，他特意从日本请来了谍报专家山本庄之助大人，来到齐齐哈尔帮助他调查张惠民特大谍报案。山本大佐呢，他是把张惠民一案的全部卷宗他都看了，看了以后他非常惊讶，说中国这样一个普通人所领导的情报组怎么能够刺探到日本关东军最机密最顶端的情报呢？他后来呢把这个情报来源呢画了个图表，这一画他几乎惊呆了。打开60多年前日本投降时丢下的秘密档案，我们发现了山本绘制的这张图表。这些搜集情报的手段实际上是很简单，也可以说很原始的。比方说他们在日本的机场旁边呢建立了一个养鸡场，养鸡场的职工实际上是咱们的谍报人员，名为养鸡，实际上看日本的飞机起降的情况。又比方说在日本兵营啊，让些小孩去捡垃圾，
捡了垃圾以后呢，交给张惠民他们，他们从研究这些垃圾中得到蛛丝马迹的情报，还有呢，化妆成苦力到日本的军事要塞去干活，刺探情报。当然，另外还有以旅游为名义到处刺探情报的。这里面有他们的活动范围比较大，他们的活动范围呢，从这个海拉尔、扎兰多尔、讷河，一直到这个南边的这个泰莱、白城子、公主岭，还有内蒙的王爷庙等地，都有他们的活动点。无法想象，最原始的收集手法获取的军事情报，竟然触及了最高军事机密东方马奇诺防线。日本谍报专家山本大佐惊呼，如此间谍奇才，世上难得呀。每个人的分工不同，好比说有的人呢要到飞机场附近去看飞机的起落架次、起降的时间、飞机的机种，比如说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另外呢，调查呢他带的特种炸弹它的种类。在铁路部门呢，要了解呢它这个车次、军列发车的时间、运送的地点、运送的物资和它的去向。正在为关东军情报部门人才急缺而两肋隐隐作痛的东条英机闻讯后热血膨胀，立即做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劝降。然而威逼和利诱都用尽了，张永兴瞪着眼睛甩出了几句话。张永兴呢，很坚定地对他们说是你们别问了，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们说的，你们侵略了我们的国家，我们还能投降你们？1936年12月31日下午，关押张永兴的齐齐哈尔市日本陆军监狱突然发生了105人的集体越狱，部分被关押的抗日志士趁日本军情送饭之机夺取武器集体越狱。这个事件让关东军宪兵队立刻召开了警务统治委员会，在会上他们一致认为，万一张永兴跑了，对关东军的危险就太大了。此说スパイ協定に生かすなら日本にも満州にも損害がひどく、すでに決めたように賠償不能なら殺せ。1937年1月5号下午4点，齐齐哈尔市下起了鹅毛大雪，几辆警车在呼啸的寒风中迅速地开到了北郊的白塔附近，在一片坟场前，警车停了下来。张惠民特大谍报案的8位中国人被推下了车。按照惯例，刽子手在临行前给每个人发了一支香烟，8位壮士接过香烟，面带微笑，互相道别。1948年春天，在齐齐哈尔北郊的乱坟岗，中共党组织找到了在日本关东军张惠民特大谍报案中牺牲的张永兴、张克兴两兄弟的遗骨，小心翼翼地挖出，重新装入棺材，把他们迁移到刚刚建成的西满烈士陵。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张氏兄弟牺牲整整50年之后，1987年12月，一本日本老兵的回忆录却打破了齐齐哈尔以往的平静。作者的名字呢叫涂方雄，在这本书里呢揭露了当时轰动一时的张惠民间谍案，书中的一些对细节的叙述给当时人们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小娃九七年九，昭和十一年十月，齐齐哈尔日军宪兵队接到了关于通苏案件的通缉令。通缉令说，由苏联偷渡回来的交通员王海曼和船夫关奎群二人在边境小镇孙吴宪兵队被捕。据二人供认，叛民张惠民是潜伏在齐齐哈尔重要的苏联间谍，望尽快逮捕张惠民。那天晚上气温零下二十多度，十点左右外面已经不见行人了，但还是不见张惠民回来。我手脚冻得一阵阵痛起来，嘴里哈出的热气马上就能结冰。突然吱呀一声门响，旁边的密探告诉我，他就是张的弟弟。1936年11月19日夜晚，冰雪包围着齐齐哈尔，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下，已蹲守了两个月的日本宪兵队终于抓住了张惠民谍报案的主要领导人张永兴，以及张永兴的胞弟张克庆。我的忏悔这本书的作者土方雄正是参与抓捕张永兴兄弟的日本宪兵之一。这是一张令人心碎的照片。当年日本宪兵抓到张永兴兄弟后，为了获得一张战功佐证，残忍地逼迫张永兴的妻子和女儿与他们合影。这里前排是张永兴的妻子和五个儿女，后排右三即为土屋方雄。土屋方雄1933年考入日本宪兵队，历任上等兵、武长、军曹、曹长等职。日本投降后被苏联红军俘虏，在前苏联服了五年劳役后被移交中国政府处理。1956年被宽大释放回国，随即参加了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开始从事反战工作。然而就是这个放下屠刀立即反战的日本宪兵，突然爆出了张惠民谍报案的一个惊人内幕。根据这个书里面的说法嘛，张氏兄弟嘛先后都叛变了。首先是他的弟弟叫张克兴，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供出了他哥哥张永兴的藏身之地。然后是张永兴呢，在敌人的软化政策之下，投靠了日本人，供出了我们组织的全部情况。在土方雄《我的忏悔》中，他这样写道：我把张的弟弟五花大绑之后，带到北门警察所，并立即和宪兵队取得联系。一到宪兵队，照例是施用水刑，企图逼他交代出张惠民的下落及间谍网的情况，来个一网打尽。通宵反复用刑，直到早上六点钟，张的弟弟脸色苍白，已奄奄一息，最后说了：“救救命吧！”为了让弟弟逃跑，我去报的信。哥哥趁今早七点的火车去哈尔滨了。张克兴是张永兴的胞弟，共产国际情报特工，在齐齐哈尔东线情报站担任发报员。1937年1月5号与大哥一起被日本宪兵队枪杀，牺牲时年仅26岁。在土屋方雄的书中，不但有弟弟张克兴供出哥哥张永兴并亲自带领日本宪兵逮捕了张永兴的情节，甚至还有张永兴主动投靠日本人的详细描述。土方雄的忏悔录中还写道，张永兴原是安东中学教员，45岁，长得非常健壮，这可是个棘手的家伙。我们照例先用水刑，但几个小时下来，所有的刑具都用遍了，张永兴却哼也不哼一声，好像他已决心一死。于是在我的提议下改变手法进行软化工作。首先我们把张永兴的妻子抓来，说你若同我们合作，肯定能救出你丈夫，然后把他假释回家。可怜的五个孩子什么也不懂，
一看到离别好久的爸爸回来，马上扑到爸爸怀里撒欢。这样过了五天，张永兴对我们说，父子情谊胜于一切，我决定投靠你们。按照土屋方雄的叙述，张永兴兄弟最终是投靠了日本人。他自己由于逮捕审讯张永兴兄弟有功，还受到了司令官东条英机的特别嘉奖。土方雄和这本书的出现，让张永兴的后人非常震惊。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杀父仇人，以及他书中有关环节的叙述，让他们不能理解。我说他说这事根本不合逻辑的，日本人抓过我姥爷这样的一个情报官，这么高级的情报官员，他是非常感兴趣，他也非常希望我姥爷为他们工作的。如果我姥爷为他们工作和他们合作的话，他怎么会把我姥爷杀了呢？就是根本就讲不通道理。在北京，我们见到了张永兴的两个女儿，这是张阿丽。当年父亲被捕时，她还在母亲怀抱中只有八个月。这是张爱玲，父亲去世时她才十二岁。由于疾病，张爱玲已经丧失了记忆，但是一直保留在她身边的几十年的这个日记本，向我们讲述了七十多年前的血雨腥风。张爱玲的日记中写道，1937年1月5号，有个伪警察来到我家，他说是偷偷来告诉我们，我的父亲和五叔已在今天被日本宪兵队枪杀在七市郊外的白塔附近。他告诉我们可以悄悄地去收敛尸体，母亲听到这一噩耗痛苦地晕倒了。我三姐就拿了钱以后就到棺材铺买了两个棺材，两套这个被褥，完了叫了马车，请了杠夫哈，就抬棺材的人哈，一块儿就到了北大营，到那找，后来找到了他们就医的地方。三姐就看到父亲倒在这个雪地上哈，在那那个他的鲜血呀、已流在这个那个雪地上哈。那时候我三姐才13岁，说再也没有爸爸了，再也见不到爸爸了。张爱玲的日记中还写道，父亲牺牲11年后，即1948年春天，我已经长大，在一大念大学了。王兴让叔叔去齐齐哈尔出差，我跟他去了齐齐哈尔白塔附近父亲就义的地方，找到了父亲和五叔的坟墓。当时嫩江省民政厅派了一个连的战士挖出父亲和五叔的棺材，移葬到当时正在修建的西满革命烈士陵园里。王兴让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共青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王兴让先后任中央商业部副部长、第二商业部副部长等职。1997年7月19日，在北京逝世。1932年，张永兴结识了在北平西郊区委任共青团书记的王兴让，于是经王兴让的介绍，张永兴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经王兴让等人的同意，张永兴加入了共产国际情报组织。1948年，王兴让得知张永兴牺牲的消息后，亲自把烈士遗孤接到家中抚养，并积极努力地通过组织把张氏兄弟的遗骨安放在烈士陵园。面对突然冒出来的日本老兵土方雄，面对这样一本书，
齐齐哈尔市的党史部门也没有就此表态。最让张永兴的子女无法接受的是，书的前言中译者的一段话：此书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齐齐哈尔宪兵队和他个人所犯下的严重罪恶事实，是一部有说服力的史料。当时我们看到他这个书以后，这家人都很气愤了。本来你说他和我母亲，他说我母亲杀复仇人，这已经是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了，他又写书污蔑我姥爷，我叔姥爷，这是我们受不了的事。面对这样一本书，张永兴的子女承受了极大压力，他的女儿张阿丽终于抑制不住心中的痛苦，在这本书出版半年之后，以个人的名义给书的译者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元先生写了一封信。我看了以后，我就给这个金元呢写去了一封信，写去一封挺长的信，我对那个书的这个一些个那什么。当时我说我要跟这个土方雄，我要土方雄的地址，我要想跟他辩论。我说他那什么哈，污蔑这个中国人，污蔑我父亲。不久，译者金元先生去日本开会，找到了土方雄，把张永兴子女提出的质疑和他们的愤怒告诉了他。可是土方雄却是这么回答的：什么的，中国の人たちがね、それほど新200万人殺された中国の人たちがね、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のは恨みがあるけれども国が違うでしょ。鉄砲やなんかでもやられてから、ね、加害者がわからないでしょ。その恨み、恨みをね。土方雄并不承认书中的情节有误，因为他抓了一个通常的逻辑：我是当事人，你们又不在场，无法争辩，我说的就是历史。やっぱり果たすっていうか、これは方法はないわけだ。もし日本に来て親の敵だって言ったって、どうにもならないわけでよ。而此时长眠在齐齐哈尔烈士陵园里的张永兴兄弟早已被中共党组织以一门两列谍报双雄载入中国共产党齐齐哈尔史的丰碑和西满英雄谱中。当然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我们国家已经定了他们两个是烈士，而且埋在烈士陵园里，如果他们叛变的话，不但是一件政治事件，而且埋在烈士陵园里，对烈士陵园和其他的烈士都是一种侮辱。齐齐哈尔的西满革命烈士陵园呢，是1948年清明节落成的。落成之后呢，要把这些著名烈士啊，都要迁到我们这个陵园来安葬。由于历史的原因，张永兴、张克兴的历史档案呢，并不多了，我们手里掌握。按照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规定，所有加入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中共党员就不再和本国党组织保持联系。由于历史原因，张永兴从参加秘密工作开始直到牺牲，特别是一种表现，在中共的档案里根本就没有记录。据了解，在认定张永兴兄弟烈士的时候，齐齐哈尔市的党史部门曾走访了不少的相关人员。齐齐哈尔市民政局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啊，我们寻找了当年70-80岁的老人，他们讲当年在刑场的时候，有的烈士跟日寇进行辩论，有的讲他们在临行前大义凛然高呼口号，还有的讲
我们爱国有什么罪？你们日本侵略中国，你们有罪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翻开《我的忏悔》这本书，我们还发现，这里叙述了不少抗日的中国人在土屋方雄的笔下，都经不住他对犯人的逮捕和审讯的特别高超的本领和技能，在被杀害前都做了叛徒。难道真如土屋方雄所叙述的那样，张永兴兄弟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和软化工作，背叛了组织，投靠了日本人吗？半个世纪前，正是这个日本宪兵和他的队友枪杀了张惠民间谍案中我八位抗日同胞。如今面对这样一本以反战面目出现而许多细节未经考证的书，难道在别无他证的情况下，这个日本宪兵的话就会成为历史吗？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关东军机密档案的下集，关宪高第1154号。因为真爱和平，我们回首战争。感谢您收看本期百战经典，再见。一个特大谍报案，随着二战的结束，逐渐被历史尘封。50年后，为什么会突然风起云涌，石破天惊？涉及3个国家的战争，半个世纪的变迁，如何才能揭开历史真相？半生的悔悟，人鬼的角逐，日本老兵如何前来谢罪？百战经典，关东军机密档案之关宪高第1154号。